最近大埔新开咗一间环保裸卖小店，以后想支持环保又有多个选择啦。咁你又去过未呢？呢间环保裸卖店系由外国人 Ella 同埋 Margot 开设，原来佢哋都系大埔街坊嚟噶。因为觉得每次去帮衬裸卖店都要去到西贡咁远，所以佢哋就谂到不如一齐开一间裸卖店。咪睇店铺细细，以为冇咩嘢卖，其实基本嘅干货，例如干果、果仁、谷物类、面食同埋香料等等都可以攞买，要几多磅几多。为咗鼓励大家自备容器，店内嘅小纸袋系要收费噶，大家记得自备容器啦。店铺入边仲有唔少嘅本地品牌，好似呢个本地品牌自家烘焙嘅咖啡豆真系好香。佢哋觉得好多人都唔系好认识本地嘅品牌，所以希望透过店铺嚟做多啲推广，加强社区之间嘅联系，可以持续同埋支持 Zero Waste。而小店逢星期三都会接受预购呢间嚟自大美督嘅面包店嘅手工酸种面包，星期五就可以去到铺头入边拎到新鲜面包噶啦。